爱不在乎是错的距离，只剩下脏空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， 我是伟晶，我是陈翔，我是洪正，我是子宏，我是 Teddy， 我是明杰，我是 Evan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国体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现在时间是大概凌晨两点钟左右。我们现在是拍摄《爱不在呼吸》的重头戏。爱不在呼吸的重头戏就是要落水。那只有国体这边有一个这么优良的场地，听说是深达五米，所以我们有办法在这边做一些落水的镜头啊，还有一些在水中的镜头。拿下。没有什么好坚持，最痛不过这样子。刚才在车上，洪正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会不会怕？”我说：“不会啊，还好，不紧张。”就一来看到这个词之后，我傻眼，就是好可怕。刚才我们在说什么？因为刚才那个导演在教我们说下去，因为我们可能是要平面下去，所以说鼻孔还有那个嘴巴要稍微的缓缓吐气。然后伟晶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如果我等一下这样的时候，就代表我吸到了。对，如果所以呢，就是要来救我。”曾经想象的爱情早已没意义，无法再继续我们的决心，但爱却嗨，我是 Special 的人，应该认不出来了。然后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会拍摄顺利，然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拍完这一次的《爱不在呼吸》，谢谢，谢谢。爱不在呼吸，错的距离只剩下脏空气，曾经想象的爱情早已没。